跟2012总统大选相关的讯息带您关心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今天早上就要来举行记者会，宣布他的副手人选了。那么到底是谁呢？相关单位只肯透露是男性，本省级教育界、自然科学界的学者，年龄超过50岁。原本说这位副手人选心里还在挣扎，一直不肯点头答应，所以副主席张昭雄这几天一直待命上场救援，直到昨天晚上这位副手人选已经点头同意了，所以张昭雄上场救援任务才解除，而宋楚瑜也会在今天早上召开记者会来公布他的副手人选，而且要来连署了。至于在